明朝中期，内忧宦官当权，而外患更为强烈。主要强敌是塞北蒙古瓦剌。自永乐盛世后，瓦剌日益强大，不断侵犯大明西北边境，国势日趋衰弱。只是觉得走遍千山万水总也走不到头，要是能一辈子这么走下去该多好啊。四海为家，浪迹天涯，只有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才叫浪迹天涯。天涯不在远处，就在爱人的心里。天涯不在远处，天涯不在远处，就在爱人的心里。边关又吃败仗了。皇上龙体欠安，今日无早朝，退朝。皇上，听说刚毅还有一个妙龄女子，哎，真的别说了别说了，好像有人。参见公主。公主，你又去见云侍卫吧。掌嘴。主子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回公公的话，还是那样。哎，谁呀？哦，回主子话，高义使臣已到殿外。哦，宣进来。是，宣高义使臣觐见。宣高义使臣觐见。高义国使臣叩见天朝上国皇帝陛下。免礼平身。朕近日身体不适，不便按礼仪在大殿接见尔等，还望使臣不要介怀。我高义国主久仰上朝天威，特派使臣递表修好，并恳请将宫廷女官妙龄留在上国学习宫廷礼仪文化，还望陛下恩准。传旨，送妙龄姑娘去后宫与妙真公主为伴。奴才见过公主殿下。
免礼吧。这位是高义女官妙龄姑娘，来我大明学习礼仪文化。万岁爷特赐妙龄姑娘与公主为伴。我身边正缺一位说知心话的妹妹呢，请公公代我谢过父皇。哎，老奴才告退。嗯。参见公主殿下，妹妹免礼。真是位妙龄女子啊，真是太巧了，公主叫妙珍，而我叫妙龄，多像一对亲生姐妹啊。那我们以后就以姐妹相称吧。既然妙珍姐同意，那从今天起咱们就醉眠共秋被，携手日同行，姐妹情深，不分高下贵贱。嗯，哟，真看不出你还会杜甫的诗呢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敢来你们大明呢？金银珠宝、丝绸粮食，东西倒是不少，可是刘大人，你应该把这些东西叫做求和的贡品才对吗？我大明皇帝持上天好生之德，不忍两邦百姓再受战乱之苦，故而自请罢兵修好，若战若和，还望大可汗明示，刘某也好回朝复职。贡品如数收下，你且暂住几日，至于是战是和，待我们商量商量再说如何。难道大可汗竟要扣留使臣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这里肥羊美酒尽你享用，难道有什么不好吗？大汗可知扣留使臣与邦交礼仪不合？哼，战败之邦还谈什么邦交礼仪？来人，在，给我轰出去。是。哼，可恶，实在是可恶，麻拉竟扣留我天朝使臣，可恶之极。这几日众臣可有破敌良策上奏？没有。饭桶，一群饭桶，都是酒囊饭袋。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。邱太师，哎，我要的东西还没有送到吗？哎，小王爷也太性急了些吧。王儿，又跟邱太师索要什么呢？邱太师说，大明皇帝的公主生得貌似天仙，若弄不到我的手里，邱太师可要输我两年的马料哦。那朱老儿的宝贝公主生的是细皮嫩肉，着实漂亮，漂亮的就像画儿一样。哦。起来吧。谢谢公主。好，公主殿下，我们还有急事要办，先行告退。嗯。你说父皇为什么迟迟不答应我们的婚事呢？哎，
皇上怎么能答应一个小小的侍卫作为驸马呢？你说这皇城远方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呢？没有战争，没有硝烟，不受管束，自由自在。为什么会有战争？我为什么会是公主？真想跟那鸟儿一样，长一双翅膀。你想往哪儿飞？天涯海角，越远越好。找一个没有战争、没人管束的世外桃源，只有你和我。下去领赏。谢王爷。王爷，这就是大明妙真公主的真容。果然生得有些味道。嗯，真是叫人好生喜欢了。不过不难，那个大明使臣刘晏不是还没打发走呢吗？啊，赶紧赶紧给这个使臣找点公干。我极力促使与朱明马腊和亲，你想不通？不错，一旦和亲事成，朱明马腊结成姻亲，不但复兴大周武王，只怕连你我兄弟的立足之地也难保啊。哼，我既能促成朱明与瓦剌联姻，我就能叫他们的联姻变成世仇。二弟试想，先是两家和亲，而后朱明和亲公主抱死途中，如此一来，朱明和瓦剌便结下了不世之仇。哦，剑祸江东。先祖在上，不肖子孙为报朱明灭祖世仇，改名求名，兄弟双双卧薪尝胆，投身于漠北瓦剌部麾下，以图借力颠覆朱姓王朝。眼看大功垂成，哎，奈何瓦剌可汗心生厌战之意，下令罢兵休战，为再起战端重设奇谋。先祖在天有灵，当于冥冥之中相助我重兴大周基业。不肖子孙弃血拜拜。宣刘大人觐见。臣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刘爱卿，快快平身。谢皇上。给瓦剌使臣赐座。是。刘爱卿，出使瓦剌议和之事怎么样？臣启万岁，议和事成。只是。只是什么？哦，还是我替刘大人说吧。我瓦剌大可汗愿与贵邦永世修好，
还要与贵邦联姻，特请妙真公主漠北和亲。什么？你苗真的妙真公主远嫁塞外大漠？这绝不可能。裘太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见金爷，比见皇帝老子还难。哎呀，你别嚷我了，俺们这个瓜怂没见过世面啊，别怪，别怪。哎，你个瓜怂愣着干啥嘛？哎，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堂堂的瓦剌太子，光来我这金驼山寨，肯定有天大的事吧？哎，太师，我就是个老粗，太师不妨开门见山。有一宗大买卖，看你敢不敢接下？哼！哎呀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我金驼啊不敢闹的事。想好了，你这次面对的可是京城的大内高手。哼，没问题，我能搬动三山五岳的豪侠。再说。俺有年头没见过大内卫县花拳绣腿了，这事啊，俺闹定了。好，不久之后，大明公主将远嫁塞北，随身的嫁妆价值连城，到时候我派我的手下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哦，哎呀，这事要是闹成了，咋分？啊，老夫当分文不取。啥？分文不取？嘿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哎，直说吧，裘太师想要啥？老夫只想要大明公主的命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陛下并无修好诚意。尽管如此，张某还是要提醒陛下，半月之后，我托托元帅自会请瓦剌铁骑雄兵来迎娶妙真公主。你们大明陛下，你要早做准备才是。在下告辞了。时辰留步。收回成命。
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皇上让你去护送妙珍姐姐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办法吗？我早已经替你想好了。娘，拐杖给您修好了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娘，您坐。孝儿啊，来，把这个戴上。万岁为什么非让你去呢？十多年前就丢了一个女儿，这现在你又要走了，也不知道你那苦命的玉儿妹妹，她可好？什么地方都找了也找不到。你这次出关要多留些意，或许你妹妹就失落在关外。哎，也不知道她长成什么样了。哎，娘您放心，孩儿记下了。玉儿妹妹不是带着一块一模一样的玉吗？孩儿一定会沿途细加探访的。路上要多加小心呐。孩儿这趟远行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。而这一生，只给娘和皇上跪过。在临行前，就让儿给娘再跪一次吧。孩子，来起来。起来，娘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儿走了。儿子。皇儿，朝力不济，招致外辱。父皇也是事出无奈，为了天下黎民百姓，只好委屈皇儿了。女儿若能为父皇换得一方一时之平安，也算有幸。今日一别，天各一方，儿臣再不能膝下尽孝。父皇，你要好自珍重。吉时已到，请公主喜驾启程。皇儿，皇儿，皇儿。妙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呢？我是去和亲的，怎么可能带着你去呢？我是去帮你们的，再说当初可是皇上让我陪着你的，我可不敢违抗圣旨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现在起，全个打起精神。是。对了，马上传信给各山头的老伙计们啊，说我有大买卖了，让外邦哈怂也来凑个份子。想什么呢？想我父皇。他那么不通情理，想他干什么？
身为一朝君主，其实他也是很可怜的。赐我的封号为静宁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是不愿意有战争，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他又何尝不想呢？可是，还是想点开心的事情吧，比如说和云侍卫远走高飞。云侍卫，好，午时我们去哪里打尖啊？大家都饿了。照行程，应该在乱石岗打尖造饭。走吧，没多远了。去。传令给金驼，日落之前务必赶到乱石岗。是。走了一天，马累了，多喂草料啊。是。公主殿下，您慢点，外面风大，小心着凉。你带两队锦衣卫去守南边。是。你带四队锦衣卫去守北边。是。你们两个带十队锦衣卫守住来时的路。是。是。注意不要让任何人靠近队伍。是。去吧。慢点，小心呐。姑娘小心。身居皇宫禁地，就如井底之蛙一般，从不知晓外面的世界竟是这么的海阔天空。啸天，你知道吗？我此时此刻的心境是多么的轻松自在，多么的欢悦美好。我想让你知道，若从此以后能和你布衣相守，隐居山乡，虽然清贫，却能尽享人间天伦，那该多好啊。怎么不说话啊？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妙龄说过的话。如果我们远……啊，不好！保护公主！
公主别慌。先休息一下。李彪，提雄，在，带领众侍卫，四周巡逻，加紧防范。是。云侍卫，啊，刘大人。乱石岗一战，护卫军死伤殆尽，数十位大内侍卫，就只剩下你们几人。云侍卫，这些人不像是为财而来，前途艰难，你要格外当心呐。是啊，那些人不是寻常的草寇，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并且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想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。这还真是一头肥羊啊！啊！住在皇宫大内，自然都是无价之宝。金陀寨主，财宝是到了你的手上了，那朱明公主，她还没有死哦。哎，宝在我身上，那个女子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刘大人，敌众我寡。这官道是不能再走了。是啊，看来只能绕道了。只是要绕道，没办法了。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要轻装简行。往后会有些时日见不到人烟了。现在呢，是在这个位置。要想顺利地穿过这片沙漠，又躲过敌人的追击，那咱们必须走这条小路。熊儿，想什么呢？怎么还不睡？没什么，睡不着。冷啊。嗯。你等等。哎，怎么样？不冷了吧？好多了。人们常说啊，西北的气候啊，是早穿棉袄午穿纱，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，果然没错啊。金爷，金爷，前方三十里有烟飘过来啊！啊，你说啥？在前方三十里，肯定有人放火。哎呀，这帮瓜怂啊！干什么的？怕追兵不知道你们在这儿是吗？保护公主。于大哥，赶紧放着灭火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雄，马上通知大家，收拾行李，准备出发。是。金陀，这次看你的了。
伙计们，搜啊！大家都跟上！天兄，地彪，去看看。是。刘大人，梅珍，走。天鞍马劳顿，累死了。云侍卫，我们已经甩开他们很远了，不如在此过夜吧。是啊，这大漠之中竟然有如此美景，就这么走了，多可惜呀。我看也是，我们都赶了一天一夜的路了，想必他们也不会追得这么快吧。好吧。众侍卫，到。四周巡逻，加强防范。是。这里真美，山高水远，人迹罕至。要是永远都不离开就好了。这些鸟飞的真自由。的确很美啊，也只有这么安宁的地方，鸟才飞得这么自由啊。难道刘大人也认为这些鸟很自由吗？是啊，真希望他们能永远的这么自由，天底下要都是他们的家，该多好。哎，刘大人、啊、你不是早就累了吗？怎么还不休息啊？公主，那老臣就先下去休息了。这几日奔波劳累，公主也要早些歇息啊。刘大人，你先歇息吧，我和妙龄说会话，马上就回去。好。你们想得怎么样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再不走的话可就……已经不记得离开京城有多久了，总觉得走遍千山万水也走不到头。如果能一辈子这么走下去该多好啊。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，
只有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才叫浪迹天涯。天涯不在远处，就在爱人的心里。你们俩怎么还不赶紧走？再晚被刘大人发现了，想走都走不了了。姐姐，妙玲，别忘了我。不会的。妙玲，你要多保重啊。会生男孩还是女孩？只要是你生的，我都喜欢。那要是男孩，你教他武功。嗯，好。哎，如果生了女孩的话，你教他弹琴。嗯。那我要是生了好多好的孩子呢？嗯，那就。刘大人，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。其实我和公主，我们早就……云侍卫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公主此次出使瓦剌是为了天下百姓。如果有人阻挠公主和瓦剌小王爷成亲，将来我们回去，是谁也吃罪不起的。即使皇上不追究，将来瓦剌铁骑南下，天下的百姓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另外，皇上念你为国出力，怕你的老母亲在家孤单，已将他老人家接入宫中享福了。云侍卫，你可不要辜负了皇上的一番好心呐。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公主，娘，儿连累您了。
秀儿姑娘，准备上路吧。我们在此停留的时间不短了。再说，萧声随时会引来身后的敌人。公主，走吧。那与那哥呢？不等他了吗？大人，有土匪！啊？什么？有土匪？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土匪来了！伙计们，快保护公主！不够了啊，其他人撒了！保护公主，锦衣卫跟我来！你明知道她是公主，为何敢如此大胆？少废话，跪下！在这大漠之中，可由不得你。跪下，快点！而这一生，只给娘和皇上跪过。在临行前，就让儿给娘再跪一次吧。今天就让爷爷收拾收拾你的大内高手。
现在走小路也不安全了。奇怪呀，我总觉得这些人中有兵有匪。他们对我们的行踪竟然了如指掌。除非对手精通阴阳八卦，能未卜先知，要不就……老朋友，见个面吧。秀儿，秀儿，谁呀？半夜三更的。哎呀，云大哥，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人家正睡得香着呢。啊，快去禀告公主，马上出发。天还没亮呢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快去。哦。怎么回事？是啊，于大哥。快看啊，真的呀，起火了，全都着起来了。好险啊，又躲过了一劫。果然是些劫命的主啊，只是连累了这些百姓。咱们还得回去一趟吧。狄彪，对，你留在此地保护公主和刘大人。是。单天雄，对，上官云峰，谢文豹，在，跟我走。是是，有多点小心。云大哥，一个活口都没有。走吧。谁？小心点，出来。是孩子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，来，过来，来，来，别跑。这三个可怜的孩子，即使留在这儿，也活不下去。带走，是，走。秀儿姐，你跟公主姐姐说说，我们三个以后就跟着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秀儿姐替公主姐姐答应你们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秀儿姐答应了。秀儿姐，你家有弟弟有妹妹吗？秀儿姐啊，也是个孤儿。
我走不动了。哥给你做花轿，果娃来。新媳妇做花轿。二妞，你下来吧，我也走不动了。二妞啊，走不动了。来，咱们骑大马。走，来。新媳妇坐花轿，上坡仰一仰，下坡哈哈腰，过沟坎边边叫。什么？又让他们跑了？我说你飞天金陀，该不会是徒有虚名吧？误寡从华比恨。张大人，你给我三天，我肯定给你个交代。那好，三日后再见。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了？西北方向。啊，西北方。嗯。那他们肯定是去。两位客官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？还有客房吗？哎，有有有，楼上上好的客房都空着呢。楼上的客房我全包了。哎，客房全包，楼上的赶紧招呼贵客。哎，各位爷，楼上请。哎，您请您请。眼看漠北将近，你我相聚时日无多，我好怕。像我云小天，堂堂七尺男儿，竟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，我只恨我自己太无能。不，这不怪你，我全懂。慢用，妙龄
姐姐，我的衣服是不是比哥哥的漂亮？是吧？没错，衣服二妞都漂亮。客人今天不走吧？啊，有很长的路要赶，今天一定要走。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希望您下次有机会，一定再光临小店哟。哦，那是一定的。那好，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多多担待。这里情况不对，大家赶紧吃，吃完以后马上上路。怎么了？情况不妙。金爷，嗯，怎样？羊进圈了没有？早进了。好，那就准备宰羊吃肉了。嘿，三娘，再给爷来好一段啊！走。下面有不少人啊，各位远道而来的伙计，那就是给我金驼面子，客气话我就不说了。等一会儿各位手下麻利点，把活快点弄干净，我金某在金驼山寨恭候着各位分红开利呢。啊啊，敌众我寡，切不可强攻。钟侍卫，在。小心防范，保护公主，伺机杀出重围。是是。还真的能沉得住气。再等就没意思了。哎，我说有没有会出气的大内高手啊？不要跟个婆一样嘛，出来跟伙计们见个面嘛。哎，慢着，于大哥，上下去，上下去，上下去。身份已经败露了，多加小心。
下楼。喝杯茶再走吧。谢茶。狗日的！金陀，好吧，我们同时放，走。烧了，狗日的，走！
撤。他与何来？哼，与生俱来。你的也是翠青。这世上只有假人，何来假玉？翠青玉那一半的主人可不叫云啸天。当今皇上御赐之名，不敢不用。你当真是？哼，我真是想不到啊，我苦苦盼来的妹妹竟是一个瓦剌的奸细。不，我不是奸细。朱明皇帝与我有杀父之仇，当初与你和母亲分开以后，我眼看着就要被冻死了，幸得求名义父把我带回瓦剌抚养成人，经义父巧妙安排才投身入宫。求名，当初张士诚的后人张德庸妄图谋反，家父为救皇上才知杀身之祸。我只知道这个人后来投身义邦，但至今下落不明。张德庸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秀儿，你要去哪儿？秀儿，娘在京城还等着你呢。秀儿，秀儿。
总算到了，这一趟可真不容易呀、啊。看来我真是老喽。哎，牛大人，这两个孩子……对，先把孩子安顿好。就剩我们几个人了，可也不能亏了公主。狄侍卫，告诉大家，整装待发，按礼仪进城。是。大明和亲使臣刘晏，奉大明皇帝旨意前来和亲。景宁公主銮驾已进，瓦剌迎亲仪仗速来相迎，迎接庆宁公主，大开城门。请安，瓦剌王特派老臣再次恭迎公主銮驾。公主殿下，请。Yes.
放火烧我的宅子！救命！我跟你拼了！救命！你个阿松！哥！撤到一边！秋明，你个背信弃义玩意儿！当初说好了，公主杀了珠宝归我，如今你竟然放火烧我的宅子，独吞珠宝，你个狗日的！放箭！这！这！我跟你拼了！我饶了你不退！狗日的，救命！我已死。小王爷驾到！给小王爷请安，小王爷，请。周太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如今两邦修好，结为姻亲。你怎么又自作主张杀了人家的使臣呢？禀王爷，金陀寨一伙山贼作乱，臣命兵将射杀山贼，不料却误伤了使臣，臣罪该万死。罢了，城下的是静宁公主吗？正是静宁公主。快，迎接静宁公主上城！迎接静宁公主上城！不过王爷，我想你该先问一问下面那位云啸天，是他何人？哎，与我何干？他就是这个静宁公主的奸夫，是他占了你的女人，写坏了你的好事。中土之人本来就是假斯文真淫邪，男欢女爱，不堪入目。小王爷，不杀此人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恶气吗？我尊敬的公主殿下，你的确很漂亮，可裘太师说你已经不再是少女之身。你们看中的就是这个吗？我确实喜欢云啸天，
而且一路上我们有无数的逃走机会，可为了两国和睦，百姓安康，虽然一路上被人追杀，可最后我们还是来了。如果你要是只在乎我是不是少女之身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不是。看来根本就没有修好的诚意。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给我拿下，统统拿下！王爷有令，全部拿下。慢着，像我堂堂大明皇帝，为了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康，将自己的掌上明珠下嫁给王爷，此为何举？此为大义之举。我堂堂大明公主，谨遵父命，为生灵和安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跋山涉水，几次死里逃生，为身下嫁王爷，此为何举？此为大忠之举。我一个小小的侍卫，死又何惧？但是王爷无端怪罪，责罚众人，实为不当。我云啸天愿意一死，以谢天下。妙真，啸天先走一步了。而不能再在您跟前尽孝。如果还有来生的话，咱们再续母子之缘。孩子，儿走了。Oh, my God.
受其感。至此，本王愿与大明世世代代永远修好。真儿，父皇对不起你啊。